请说出开门密码。我们要找密码喽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哇哇，好酷哦！哎呀，哦，阿嬷鹅。哇哇，这个表看着就头大。是要找规律吗？不是，现在的锁是哪一个？锁是什么锁？开门密码，说出来是不是就可以？对，然后跟对着这个说。我们是要通过一些什么条件，从这里得到一串数字，然后在那里听见数字吗？哎，你们看一下这个三，就是这个三是从这可以一直下来的。这一排都是三。看一下三连出的图形能不能跟这边对应上来，然后试一下吧。但左上角那个三，哎，这个是三的形状，就是一个横一个竖。哦，唐九九，你真的太厉害了吧！哎，咱们是不是从一二三一直？哎，我觉得真的也可以试试一，因为一也可以连成这个。我觉得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？哪个可以连成这个？你看那上面，这上面那个。哦，这个。然后那个它就连成了这个形状啊，就是这个形状。这个框哎，就是这个形状。二是一横一竖一横。嗯，那就是那个。这儿啦。这个吧。这儿啦。三呢？三是这。三是竖横竖。四是这个吗？哎，这个框，哎，这是一个框吧？这是冲下的那个框是怎么框的？这样是这样吗？这样框的吗？对，是那个，是那个，是那个，这个吧？对，这个。四，哎，但是它有点儿的。对啊，四里面有个，四里面还有好几个四呢。这个，哦，对，是这个吧？五是什么？五，然后五在最下面右下角这边，右下角拐过来，然后加个点。六没有找了，六没找到了，六很少哎，六没有几个六，那是不是到五就完了？